今天要给土豪自由喜提一下他的那个 iPhone 14 Pro， 顺便可能可以到旁边的公园去逛一圈。好像着火了呀，看到那边有很厉害的浓烟，可能后面有个小朋友坐在那个车里，还是狗坐在那个车里。基友他也是在美国的嘛，美国他现在也能拿到14 Pro 的现货，只不过美版现在的 iPhone 14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两个卡都是 eSIM， 就是不支持物理的卡了，所以他想买一个加版。加版有个好处，它一张是 eSIM，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是物理的卡，所以它物理的卡就可以插它国内用的号码，然后 eSIM 走它美国的运营商，这样就是等于也可以双卡双待。哎呀，真的着火了，还挺大的。我们在收船。